来一把王八。方谷中，全军出击！谁进你谁，叫声哥哥听听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啥呀？盖伦啊，盖伦，盖伦就盖伦吧。盖伦的大招比较扛他，我们。其实挺烦人，最好上路能是个猴这种的。盖伦呢？盖伦也掉了。那酒桶跟盖伦都掉了，没掉啊！挖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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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拱。挖拱，生了，等有壳子了再嘲讽他啊！好，嘲讽拱。哎，我没有点爆破呀。我点的生命源泉有个屁用啊！让他打我们啊！让他打，站着让他打，吃个药，嘲讽点炎，哎一下，这波换他血钻，买两个小布甲。哎，那一个王字加个八字，那个字念什么玩意儿？叫天。哦，好吧。嘲讽拱拱拱拱，嘲讽拱拱拱拱，没血了吧？嘲讽拱，这波不好杀了。嘲讽拱，我补个兵去。嘲讽拱，拱小兵了，拱，拱，谁来了？王子来了，随便来。我有闪现不怕他。呀，闪现可以啊，好闪现。亮牌，羞辱他们，回家。
打一个闪还可以，打两个闪啊，打两个闪还行，打了两个闪现，不错。来双皮还，闪现居然砍我的龟。我们家啤酒人在的，没掉线儿啊。好，他二速嗨了，我们也得来个嗨，否则跟不上他。盖伦六了爆发还是很强的。希望这波黄子可以过来。嘲讽拱拱拱拱拱。下波杀他，拱，致命点烟，拱。哎，我没点爆破，我好难受啊！我没点爆破的话，我拆塔特别慢。W 打塔能疼一点，嗯，厕所回城，为了防止该轮打我们太疼，先来一个小日炎，再把我们出炼金罐。王八现在已经不能出日炎了，没有捡息地。来了啤酒人，拱他，他没有闪现，拱他，嘲讽拱，嗯，哎，拱拱，你来，可以，啤酒人这边虚区是真低呀、啊、假装打不过其实不严，上当了，嗯嗯，短嘲讽住，再打，使劲打，回家，来个布甲还，再出个小布甲，吃我塔皮，下路好像有点小爆炸，
把上塔给他推了。你还真敢出来呀，盖伦！给我截住他，看他往哪跑，他往下边跑，我们追他。嗯，我发动机启动了，他好像有闪现，太漂亮，黄牌晕 ，nice， 死定了。有跳弹吗？没跳弹，死定了。给我追。黄子儿给自己框里头了，拱他啤酒盐，致命减盐，死了。这还抢人头，塔前没吃着，那没办法了。酒桶吃到就行了吧。这能杀三个人，这吃塔皮这杀不了人呢。非常好，跟我打啊！拱拱，回家了。我们出个涡轮炼金罐，翻滚中，先去中路杀个卢仙吧。我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涡轮发动机启动！啊！给我死！卡牌的虚区是真低呀、啊！吃我的塔皮，那不可能。现在我们嘲讽技能不是满的，嘲讽是三级，等级有点低呀、啊。打个红 buff 的，怎么的？还想跟我干一架，是不是？我不拱你吗，小伙子？跟我抢红，你给我回来！抢东西，抢东西，抢东西！我拱，套我点盐，劝退了，回家了。1500，差点钱呢。差200，够了，回家，无敌了，去下路杀小黄毛。蓝不太够用。
勾引一手，这不勾引一手，你看这草丛里有没有回城呢？哎呦我小黄毛，可以小黄毛，来小黄毛，敢不敢回头？敢不敢？敢不敢回头？小黄毛，好，小黄毛回头是吧？小黄毛涡轮增压闪现嘲讽，致命点炎，没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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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嘲讽住，哎呀有大，这有大这就比较烦了，你给我双杀，完了，派克无敌了，我们得来一个白甲，下一件装备。派克那个斩杀伤害吧，他比较扛特我，我只要到血量了，他就给我九九九。上高地，我上不了高地。这把对面的派克跟盖伦也导致我们上不了高地，他不能有这种斩杀的伤害。上高地上一半让人斩了，先把蓝 buff 打了。等一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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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着急啊、哦！几个人啊？五个人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这！我可怕死了啊！杀我，你们，你们还要杀我？你们还想干什么？那盖伦怎么跑了呢？他怎么跑的呀？哎，派克没大了，可以。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杀我？你喜欢杀我？来，回家。呀，这是谁来了？把派克杀了就可以了。我来个红没意见吧，小伙子。各凭本事吧，也没办法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别跑啊！这我就不追了，打不死。打团，来中打团。这波对面不团灭了吗？这 ADC 站这么近啊！完了，卡牌死了。哎，小黄毛，
我拿走小黄毛。卡牌没死啊，给我杀皇子，嘲讽住。上高地。那俩 ADC 都没人管。你确定要打大龙吗？可以打大龙啊，打呗。来吧。卡莎伤害够。卡莎不来我们没有伤害。你被人给抢了啤酒人。你给我扛啊。我紧着抢啊，我也抢不过他呀。一个劲儿站我前面呢。你下来呀。啊，下来。再来个蓝盾。我就不出九头蛇了，我出蓝盾冰心儿。死了。嗯，哎呀，谁给我框里头了？舍己为人，是吧？舍己为人。追。这派克挺狂妄啊，派克这么狂妄吗？你回来！你大爷的！完了，啤酒人死了。没事，我给你扛一走。嘲讽小黄毛，哎呀，嘲讽谁了？刚才杀派克，派克杀派克，先杀派克，派克比较扛疼我们。完了，怎么办啊？走呗。嗯，走呗，走呗，走呗，这可怎么整？哎。回头杀派克好了，不过派克魔抗比较高，110多，也比较费劲，不太好杀。出个九头蛇，出蓝盾吧，出完蓝盾出个冰心儿。派克怎么出那老些魔抗呢？啊，我们家5个 AP， 对面5个 AD。你们没有我能行吗？我先滚出来啊！那派克不杀属实是不行，你知道吗？快点把派克杀了。嗯，哎呦，我玩我杀皇子，你跑你跑你跑个蛇皮，往哪跑？嗯，盖伦要推我们家基地呀、啊，盖伦啊，盖伦。我可推你们家基地了。有人管吗？喂，有没有人管？不开 W 了，一会儿他们出来打我的时候，我们开壳子啊。一会儿他们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开壳子。
致命点烟。这没办法，没蓝了，这可怎么整？这可怎么办？啊，没有蓝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出蓝盾吧，蓝不够用啊。开大财，大招好像打不了防，打不了基地，大招能打防御塔，好像打不了基地。来个蓝水晶吧，我看能直接出冰心儿吗？不行，出不出来。等会儿我吧，你等我出来一波啊。我到了啊，这波可以打。蓝盾减速，先杀派克呀，先杀漂亮小黄毛。闪现好闪。盖伦死了。这波呀不能直接拆基地，水晶复活了，拆水晶吧。我拆的慢，俺俩一块儿拆。有效果。给大家结个账。